咪二号就五门齐。唔好气馁啊，真系。买两只跑第二，真系一稿癫，两个第二都系输少少啊，都系。好啦，唔好气馁啊。千二米草地，十二只马跑，六只马赢过，只加州海哥啦，一号啊，一号加州海哥咁喎，跑一次赢一次喎，呢个路程啊，咁即百分之一百 win 喎，所以账面上系霍宏星系最好彩值噶，但系佢而家30倍，即系佢夹硬30倍啊。呢只三号仔星运名爵都赢过喎，吓一号、三号都赢过，三号咧就跑两次，赢过一次，即系50% win 喎。咁但系佢上仗跑13，即系跑得好厚啊，包尾翻嚟咁样。咁另外团结精神啦、胆大威猛都赢过，四季起同埋无敌勇士，四季起上仗啊 win 得几好系咪？即係佢呢只馬誒幾好賽績嘅，跑咗四次，兩個 win 一個第二咁樣，即係0.75入 Q 嘅，真係好勁嘅，真係真係。呢場馬啲賽績幾好嘅。咁啊入個 Q 嘅就五門齊啦，上仗真係莫雷拉1.7倍大熱門跑第六嘅，俾人鬧到七彩啊！真係輸三個馬位，咁而家咧變咗8倍，佢梁家俊騎唔知會唔會好啲咧？罗富全、梁家俊、五门齐，可能得都唔顶喎，真系。嗱，上仗跑得好嘅咧，就两只马 win 咗出嚟嘅，就系一号同埋浪漫勇士同埋四季起，有三只马赢咗出嚟嘅，最好成绩呢三只噶啦，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。咁然后就九运就跑第二，呢只马好特别喎，跑一次一次第二嘅。仲系输俾只好叻嘅马，叫加州星球。加州星球上个礼拜日上一次咪赢过咯，系咪？即系有两啖气咁样跑完，俾人过咗又再跑，咁都可以咁劲啊，即系嘛？咁啊九运咧就系跑输俾呢个加州星球一个马位咁就下啦。咁啊蔡明少上次跑第二，咁而家再嚟过九运八号仔，只马都几好卖嘅。八号仔啊！咁又無敵勇士就上次蔡明少跑第五嘅，咁佢冇騎就騎咗呢只九雲，九雲就最蝕張啲咧，就12檔咁樣啦。咁呢只而家影住呢只四季起都係好馬嚟嘅喎，五十九蚊，59蚊。四季起咧就上仗跑第一嘅。跑過四次，有三次係入 Q 嘅呢只馬，七號仔啊！啊，即係只馬都幾好嘅，即係第三班，就咁少馬出嚟跑嘅。我而家關注緊咩啊？我關注緊只六號，因為上次咧就係喺快活谷跑1200，就唔係沙田1200，就咧末段。是贏人一個馬位彈開咁樣贏嘅，咁所以我就睇一睇呢只浪漫勇士會唔會今日都有好嘅表現。莫雷拉只騎只烽火戰，佢唔知有咩事啊，總之俾只灰馬掟一下佢，轉彎嘅時候俾只灰馬嘣一聲撞埋去隔離，即係撞埋去佢馬嘅右側啊。咁啊，唔知會唔會有啲受傷啊，即係咁樣。咁啊！呢只馬我睇六號、八號、九運啦，跑一次 Q 咁樣，輸俾加州星球添咁樣，即係我就睇下呢啲。咁即係四季起都幾好嘅，四季起五門齊啊，呢啲咁都幾好。只只都有問題馬嚟嘅。嗱，五門齊咧就係大熱倒做1.7嘅大熱，跑第六，換人俾梁家俊騎，但即係表示莫雷拉唔騎咁啦。咁啊，有一隻咧馬咧就係莫雷拉跑嘅膽大威猛，6.9倍跑到12包尾，又換人換咗波件事咁樣。咁啊，另外一隻咧就莫雷拉上次自己贏，咁啊而家全班人原班人馬再嚟過就係呢個浪漫勇士咁樣。所以我就信佢話咁多隻棄騎都揀呢只，會唔會呢只好啲咧？即係咁，我係咁計。雖然熱門啦，但係
都系咁谂啦吓。咁六号如果六号、七号或者六号、八号都系好嘅，我拣八号，因为我觉得佢同加州星球输唔得多嘅，都系有啲能力嘅，有啲能力嘅马嚟嘅。吓、啊，我拣六号、九号啊。咁曳啊嘛，我出去跑起码见影先啦吓。唔系六号、八号啊，九号唔系啊，九号猛啊。上次跑12的99倍，今次都幾十倍，不要買。我買6號、8號，是叫九雲，不是九號，浪漫勇士和九雲。今天都有飛，當然13倍。今天主持選2、5、7、11。2、5、7、11，即有7啦，我要6。佢二胆汤五六七八，即六系脚嚟嘅，即系唔中意莫雷拉。我知佢哋而家觉得莫雷拉今日表现不好，我拣六号、八号。哇，冇人要添，七六二四啊 ，Jenny 要四季起有六啊，有呢个六号浪漫勇士。五門齊好多人關注喎，梁家俊旺啊嘛，二號仔。我咧就覺得呢個莫雷拉揀呢只浪漫勇士，可能覺得佢好啲咁啦。冚旗啊，莫雷拉巴度冚旗啊，但係我覺得要即係莫雷拉唔騎五號，唔騎二号，咁拣只六号，可能六号真系好啲咧。吓、啊，虽然初跑田草，九运就啱输俾呢个只八号仔咧，只九运就输俾个加州星球啊嘛，所以都几好啊。我咁解啫，咁拣。一路追啊嘛要。咁呢个莫雷拉一路都冇表现啊，唔知呢场点啦。嗱，呢只就系八号仔九运。白色底有啲星星喺个面度，呢个九运，九运咧就系输俾呢个加州星球少少嘅啫。嗱，呢只六号仔就系莫雷拉啦，今日佢患得患失，烽火战区都咁样，唔知咩事咧，即系完全都唔似佢上一次跑出嚟个气势嘅，俾你睇佢上一场咁。你点估得到佢赢咗堂堂幸运嘅咧？真系咁呢只就叫浪漫勇士上将啊，赢咗出嚟嘅，赢人一个马位，末段最快咁讲。呢只胆大威猛就波件事。哇！呢只黄黑系叫四号仔团结精神，团结精神系要放头嘅。七歲馬啦，呢個嗱呢只四號仔團結精神，哇！成日影佢喎，團結精神影住佢四號仔。六號你睇垂頭喪氣咁樣振作啲啊，莫雷拉，你唔係差嘅，只馬都唔差嘅，初跑田草啫，但係你上仗贏咗啊嘛。前面只八號。我誒買六號、八號，哇！上曬鏡添，今日究竟有冇開過大熱 Q 噶？應該冇開大熱 Q 喎。都好麻麻啫喎。係。加有顏色嘅咧，有紅綠燈就係一號、六號、七號，六號紅格，一號、七號咧就 Win Pay 各兩綠燈，一號、六號、七號，佢而家紅燈。咁咪開始入閘噶啦！嚟到今日嘅第九場賽事啦，三班跑千二米嘅全熱門，又係莫雷拉浪漫勇士，初次嚟到田草作賽啊，亦都初次嚟挑戰呢個三班，但係都係得廿二蚊啫，14蚊位置。今日一號落飛啦，加州海哥17倍。好啦，其他馬亦都陸續入閘啊，穿甲英團結精神。
星雲名著，有何不可？型男，順利。四季起，六三浪漫勇士，全部馬匹準備投當九場賽事三班千二嘅短途，一支獨秀大熱，係六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九运叔咗喺后面啊，前面快嘅马团结精神快成过马位啊，摆咗喺前面啊，外边抢上去嘅马有加州海哥，中间五门齐第四位啊，胆大威猛啊，第五位出边无敌勇士啊，中档位置仲有型男啦，再后多层嘅马蓝山白帽内栏骑紧咧就星运名爵啦，响佢隔篱六三大约尾五度咧就浪漫勇士啊，后边嗰四匹马有穿甲鹰啦，尾三咧白衫嗰只咧系呢只九运嚟噶，后边两只先见到有南晚昼嘅四季起嚟噶，咁啊转紧。翻嘅时候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有呢只团结精神啊，五门齐响中间，外边位置就加州海哥啊，第四位胆大威猛啦，第五位无敌勇士啦，要攞出去外边迎蓝啊，外边位置六三嗰只就浪漫勇士啊，后啲嘅马咧先见到穿甲鹰四季起嗰啲马，斗到嚟之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埋边系团结精神啊，五门齐带面裤嗰匹中档位置追，有胆大威猛，出边浪漫勇士追紧上嚟，再见到马林中间后边咧仲有无敌勇士啊，最后百零米，大我都唔会呢只浪漫勇士逢马哥马杀上嚟，埋边位置系团结精神啊，中间咧仲有无敌勇士同埋出边嘅穿甲鹰，结果浪漫勇士咁啊直落赢翻场，赢翻场啦吓。六号热门，六号十一号跑第二喎，穿山穿甲鹰喎，系咪啊？赢两个马位。十一穿甲应该冷门嚟嘅喎，团结精神都系冷门嚟嘅喎。咁啲九运啊、五门齐嗰啲喺前有前速就冇后劲，跑大外碟都赢到两个马位，咁都几叻嘅呢只六号仔，六号、十一号。而家一号仔喺前边，加州海哥呢？加州海哥跑一仗赢一仗啊嘛，咁跟住就团结精神就同佢一齐上，咁如果团结精神喺前边，啊莫雷拉只马系尾四啊，咁样啊，即系仲要外跌添。咁啊赢得嗰只马而家喺尾四、尾五、尾四添啊，而家。团结精神在前面带啦，跟住加州海哥啦，咁啊外边睇下莫雷拉嗰只啊，嗰只马点样冲上嚟啦？最外档嗰只啊，咁啊冲上嚟都唔理啦，即系咁追啊！咁而家内栏嗰只马同佢斗，咁喺外人哋。一条直路咁样，冇遮冇挡冲上嚟，咪赢两个马位，由十一号追住呢个莫雷拉跑，就穿咗条 Q。十一号仔穿甲鹰，穿甲鹰系上次跑第六嘅九啊九倍，穿甲鹰系巴度 ，Q 就冇啦，仲翻个 Win。穿甲鹰位置派四十六个半，跑第三名四号团结精神啦，位置派五十个半，跑第四名就系十号嘅无敌勇士，夜六搭十一派二百八十二。